钙占我哋身体矿物质总量超过52%，可想而知钙嘅重要性啦。135种常见基础疾病之中，有106种咧系同缺钙有直接关系嘅。钙在人体里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生理功能角色，好像形成骨骼和牙齿，强化和美化皮肤，解毒和净化血液，维持肌肉和心脏正常的收缩，控制神经传导和安神，凝固伤口的出血和止血，消除体内的炎症，提高人体免疫和抵抗能力，和调节内分泌等等。